咱即时做来看上帝话，圣经罗马人书第一章第13节到17节。兄弟啊，我毋爱恁，毋知我侪拜立志要求问恁，爱伫恁中间得到规矩，亲像伫其他的外邦，总是到呾要有阻挡，无论希腊人也是凡人，聪明的也是戆人，我拢欠因的债，所以伫恁，伫我拢便便免福音煞互传互恁，带伫罗马的人，因为我无掠福音做见效，因为是上帝宽容，要救拢众信的人，来先犹太，后来希腊人，因为对。在福音的内面有显明上帝的义，对信到的信，照圣经所记载的讲，义的人要对信来活。以上，今早起的信息是咱的主牧师、蔡牧师的听的行动第三讲传福音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啊，今仔是中秋主日。所以对今天开始，咱就进入受难周。在受难周中间，咱应该用敬虔严肃的心来思考耶稣基督受难的意义。咱也爱在受难周中间闭门心来迎接过活节。所以牧师期待大家在这个礼拜中间，咱做伙透过读圣经，透过参加教会的聚会。做伙来思考几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咱来思考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到这世间？伊为什么？伊是上帝，为什么要道成肉体来到世间人？世间，伊来到世间，为什么要受这么大的苦楚？为什么要受逼迫？为什么要受十字架顶的刑罚？咱也过来想。主要说基督做这的为着咱罪人，做这的是到底要带予咱什么款的祝福？我所相信讲，咱若经过这一礼拜的思考，咱一定会感觉讲，咱实在是一群上界幸福的人，也是一群上界幸运的人，因为主要说基督来到世间要承担咱的罪，咱已经接受福音，和咱真侪有盼望的人。然后牧师也爱也确信，当咱思考这个了后，咱一定会发觉讲，咱承受这么大的恩典，敢是应该爱立志，将这款这么大的恩典分享出去。咱知福音是上界好的礼物，是予人上界好、上界大的祝福。传福音是上界美好的行动，所以当咱咧讲听的行动的过程中间。上界好的听的行动就是传福音，所以牧师期待对圣经中间甲大家分享几个传福音爱应该爱有的态度，要领受上帝话，进前咱当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搁一遍引带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阮透过你的话搁一遍得到帮助。主，你的话是活泼。有气力，会当更新调整改变我的生命，所以我愿意降服在你的话下面，求主你透过你的话再一遍清洁我的心，也让我明白我的责任，恳求主你透过运行在我中间的圣神帮助我，会当将你的话实践出来，来荣耀你，来祝福人。我来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咱台湾人常常有一句俗话安尼讲，讲夫妻斗阵是小欠债，夫妻斗阵是小欠债。可能有一挂人无满意这种的讲法，感觉讲啊，这种讲法伤消极，害夫妻斗阵变成小欠债。但是如果咱若看圣经中间保罗对罗马书13章第8节对咱讲的，伊讲。凡事拢袂当亏欠人，独独
处三疼，爱常常抓做亏欠，因为疼人的就完全了律法。伊讲凡事拢袂当亏欠人，拢袂当欠人哦，唔当欠人钱哦。但是有一项爱欠，就是彼此三疼。为什么彼此三疼爱互相亏欠？因为疼人就完全了律法。所以如果咱若对这种讲法来看，咱会当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小欠者这件代志。如果一对夫妻常常会抓做彼此欠亏疼，对时常想要用更多的行动去疼对方。虽然今天讲传福音做疼的行动，保罗也相关给咱这款的观念。保罗讲，伊无论对什么款的人，有开化也是无开化，无论对犹太人，无论对外邦人，无论对希腊人，伊拢啊，无论对有学问的无学问的，伊拢欠因债。保罗伫心底有一个认定，伊讲伊欠福音的债，伊伫身躯顶有一种债务爱行，伊伫其他的人的身躯顶有一种责任爱负，所以伊是活踮伫一个福音负债的压力下面的人。所以伊讲伊情愿尽家己所有的气力，也要将福音传予所有的人，包含伫罗马教会的人，啊，罗马城的人，这种欠债的心态是咱爱去思考，而且学习的。我虽然唔知咱中间每一个兄弟姐妹够人欠少或欠债，啊，我其实我有一个习惯，就是我真不爱欠人债，哈。老实讲吼，我连贷款嘛无，哈。所以我想问讲啊，现代人拢加减爱贷款嘛，但是我连贷款嘛无吼，甚至我感觉讲欠人一点仔钱吼，我就感觉心肝感觉真艰苦吼。我记我前一阵吼，拜托啊一个干事帮我去寄批吼，啊结果寄批吼寄挂号爱24块吼，啊伊回来了，我身躯阴阴的吼，剩23块，我用23块给伊。啊我讲啊，我无偌久发现你吼，啊。啊，欠人一块，我就感觉讲怪怪吼，所以无外久赶紧去找钱吼，找赶紧还伊吼。啊，所以这种欠债的感觉，我感觉真无好。啊，保罗就是有这款感觉，伊感觉伊欠别人福音的债。吼，啊，咱理解讲欠债有两种，一种是你对人借钱，吼，安尼就欠别人债。吼，比如咱去银行，人借钱，咱就欠银行债。啊。对这个角度来看，保罗当然无欠这些人福音的债，因为保罗得到福音，甲这些迷信的人一点仔关系嘛无嘛，唔是这些人传福音给伊，所以欠伊债，唔是安尼嘛。保罗所欠的是第二种，啥物话叫做第二种欠债？就是当有人委托你一个物件要交予别人，啊，你还未将这物件交予对方的时阵，你就是欠对方债。啊，举一个来讲。咱教会有时阵会邀请一挂外面的讲师来教会演讲，啊，演讲当然爱好在讲师这谢礼嘛，啊，谢礼费，啊，通常拢是干事申请谢礼了，啊，提予这个讲师，啊，有时阵吼，啊，干事也感觉讲啊，为着尊重这个讲师，所以交予主任牧师由我代表教会将这谢礼给伊，啊，所以因会想申请这个谢礼。还是讲这车马费准备好提给我，啊，我就是放你身躯内底吼，啊，这钱敢是我的？唔是嘛，所以我要听好这个讲师啊，伫教会啊完成伊的讲道了，我才将这个谢礼提给伊。啊，但是因为钱已经伫伫我身上吼，我只要未提给伊进前，我就是欠伊债嘛，所以这个钱伫我身躯顶，啊，未交予这应该得到的人，迄时阵我就欠伊债。啊，所以每一遍吼，我拢有一个负担嘛，吼，一方面惊讲我这钱去乌白落一个胖去，啊，是讲我说未记即摕互对方，吼，安尼就真歹势。啊，所以每一遍摕着这钱吼，我心肝拢真大个负担，我拢有一种欠债的感受。唔忙讲，赶紧将这谢礼摕互伊，啊，摕互伊的时阵吼，我拢会滴，好感谢伊的照顾，啊，随上吼，
哦，我是一得着头棒哈，是我一块石头棒落去哈。所以这是保罗欠债的迄个感觉。保罗伊对迷信的人的负担嘛是安尼。上帝将传福音的责任交予伊，啊，当伊阿未即将即福音传予需要的人的时阵，伊拢有欠债的感觉。啊，即款欠债吼，好做亲像咱做父母的人对咱囝儿甲查某囝的态度。因为做父母的人拢会感觉讲，咱对咱的囡仔有一个负担。为什么？因为咱疼咱的囡仔，所以咱感觉有对有责任嘛。啊，囡仔有啥物期待，有啥物需要帮助呢？咱拢会想要替伊拍算，甚至连这个咱的儿女也会拍算进前，有的父母拢替伊着急啊。所以有的父母烦恼一世人。哦，这囡仔细汉的时烦恼伊有健康无？较大汉啊，烦恼伊有认真读册无？啊，搁较大汉啊，烦恼讲啊有好个头路无？啊，搁较大汉，搁烦恼讲啊伊到有要成家立业无？啊，所以无所不至烦恼，啊，一代烦恼了，搁烦恼后一代。因为咱有因为听因果论，所以感觉对对方有一个负担嘛，对对方有一个负担，啊，这就是欠囝儿甲查某囝个债，好，所以。有真侪爸母就是用这款的心态来对待伊的囝儿，啊，保罗就是用这款的心态。上帝交代伊传福音，爱护这迷信的人，所以常常有这种欠少、欠债的这款的感觉。伊爱赶紧将福音传福音，唔盲讲这人得到福音，这是因为这是上帝交代伊的责任。这嘛是咱第一任的牧师陈启准牧师，伫咱这个教堂、教礼拜堂。完成了后，伊对咱讲，伊讲礼拜堂咱完成了，咱够负债嘛哈？伊讲欠银行债负债，有一天咱绝对会还了，咱即摆已经还了，哈。但是咱却有永远还不了的福音债，是相款的道理。所以，如果你若要加做一个传福音的人，你心中也有这种感觉，你多人拄到一个人，还是讲你有一个朋友，你有一个亲人，伊也未信主。我们说啊，这个上帝没要救他，我们不这样想。你是一个传福音的人，你会觉得说，每一个灵魂都是上帝所疼惜的，上帝所宝贵的。所以每一个灵魂都需要来接受福音。所以我们对这些人都有这种负担，都有这种欠债的感觉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有这种欠债的感觉。啊，我们对这项事情，就是这个观念，我们有一个回应。什么样的回应？就是欠少爱还少嘛，对不？爱还少嘛，哦。所以咱原本的欠债，咱就爱还债；欠少，咱就爱还少。啊，最近咱台湾经济较无景气，有一挂人哈，啊，不要迄个计划家己的经济哈，啊，所以用信用卡去借钱，啊，就产生真侪即个卡奴，啊，有真侪人累积真侪即个卡债，啊，一旦有即个卡债了哈。银行就找到你嘛，吼，就给你压力，啊，来催缴，吼。啊，你若无能力来还款、还款，啊，银行嘛会找到你来协商讲，啊，你爱定一个还少的计划，吼。可能有个人去吃头路，伊爱有一部分爱先还银行，啊，一部分该生活，慢慢一步一步将这个少爱来还掉。咱基督徒吼，咱承受这么大的稳定。那如果有种欠少的感觉，那得安啦，爱欠少就爱还少嘛。咱来赶紧将这个咱所欠的少代还好掉。好，啊，咱我常常咧想讲吼，上帝是真特别啊！吼，对于咱所欠的福音债吼，咱是一生拢爱还。有时阵你讲干嘛啊？我已经传福音有一个人，我已经我的扩大已经完成啊！吼，所以向上帝来提醒讲。无，还有真侪人需要拯救。过去我伫台南富强教会服侍的时阵，迄时阵有一站吼，啊，伊富强教会伫台南地区的长老教会应该是算做成长真快速的教会，啊，这给我真大的鼓励，嘛给我真大的信心。啊，当然这是上帝恩典，嘛是所有中职同工兄弟姊妹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。啊，有一边有一个我的长辈牧者来找我，啊，
啊，伊就甲我分享，问我讲啊，教会最近的情形安怎？啊，我就淡薄仔骄傲来讲吼，阮迄个富强教会吼，第一堂礼拜吼，人已经坐满吼，坐到拢满出去吼，有人搁坐伫门口口吼，啊，所以阮搁设第二堂的华语礼拜吼，啊，华语礼拜一开始虽然真困难，但是慢慢人数渐渐增加。我相信讲无偌久了，这第二堂嘛满出来吼。当然，迄个时阵教会还会建堂吼。啊，这个长辈无介意，就问我一句话讲：“蔡牧师啊，你敢知影为什么富强教会会客满人？”我心肝想讲，啊，要回答这个问题哦，上好较谦卑淡薄吼。我讲啊，这是上帝稳定。啊，伊听几秒了，伊叫我问讲：“蔡牧师啊，你敢知影为什么？”富强教会人会客满，我来讲，因为阮同工拢真合意啦，吼，拢共同咧推动这个事工，啊，所以吼，吸引真侪人入来教会，所以就客满。啊，佮停几秒了，伊个老问讲，蔡牧师啊，你敢知影富强教会为虾米人会客满？我讲啊，这到底是咧问虾米意思的吼？我煞唔知咩回答，我就伫遐想讲。啊，不你老公，哦，你老公，为什么富强教会为什么人会客满？伊老公吼，富强教会人会客满的原因是因为吼，你这边的墙吼，啊，甲那边的墙吼，相矮啦，距离相近啦，空间相小，啊，所以吼，你若将这墙弄来跳掉吼，啊，你才有可能客满。啊，我就知影这个牧师其实了，我提醒一件代志，唔通因为。讲啊，教会已经人已经坐满，你着心满意足啊！咱来理解，当咱的朋友中间有一个人要未信主，当咱所徛起的社区中间有一个人要未信主，当咱所住的城市中间有一个人要未认捌主，所当咱的国家要有人要未敬拜主，咱拢唔通放松，这拢是上帝所听的、所宝贵的灵魂。一种需要福音的拯救，所以亲爱兄弟姐妹，亲像保罗所讲的，咱我传福音，我们底无啥物夸口的，因为我是不得已的。我若无传福音，我都有灾厄。保罗就是用这种心态来宣告，伊是上帝交代伊这款的使命，伊无赶紧将债务行掉，而且伊知影伊一世人拢无法度行掉。伊一定爱拼命行，拼命行，那无伊就知诶。所以亲爱兄弟姐妹，如果今仔有一个朋友来找你，你知影伊要未信主，安尼你来知影伊这是要来讨债的，吼，伊是要来甲你算账诶。你要赶紧将福音传互伊，这是行孝。咱要有这款的心态，欠债都爱行债，欠孝都爱行孝。这是咱传福音的第一个心态，第二个心态。咱看见着保罗安怎讲？伫这段经文中间，保罗讲：“我无掠福音做见效，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权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所以伊知影这福音的宝贵，福音的价值。所以伊无掠福音做见效，伊知影这个福音会当带予人大的祝福。所以伊情愿尽伊一世人的气力。”赶紧将福音传给别人，这种无掠福音做见效的观念，咱都爱建立啦。咱明明就知影讲，这个福音，这物件这么好，这么宝贵，是会当救人的性命。啊，咱不要无紧，咱无要赶紧将这个福音去传给别人，给别人领受大福气。咱感觉讲？咱无掠福音最勇敢最骄傲，咱掠福音最见效。亲爱的姊妹，如果咱少年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拢掠咱所信仰的福音做宝贝，掠咱所信仰的福音做勇敢做骄傲，咱得真愿望讲，赶紧将这么好的礼物，甲咱所爱的人分享。所以讲，牧师嘛知影。咱每种拢做期待，咱的厝内底人，咱的好朋友，拢会当食做基督徒。啊，有一挂人就歹势开嘴，唔知要安怎做。
啊，有时咱替家己找理由讲，啊，每一个人拢有宗教自由嘛，啊，宗教信仰的自由，无需要勉强别人。当然吼，咱知影上帝予咱有自由意志，每一个人会当选择咱的信仰。当然，咱嘛无法度去勉强别人来信主啦，哦，因为信仰是无法度勉强的。但是上帝爱咱去分享，爱咱去亚证，予其他人有机会去听到福音。所以，如果你若认为讲福音真正是好消息，这是上佳好的礼物。为什么无要将这礼物甲你所该听的人分享呢？咱台湾有一句俗语讲：“食好安那，食好爱到小报嘛。”大家拢嘛知吼，倒位食着好的来报给牧师知影。吼，啊，倒位哦，有一项好康的，咱报给咱上佳好的朋友知影。啊，咱有个上界世间上界宝贝的物件，就是咱的信用。咱可以派些去分享呢。如果你若真正认为福音是好消息，是上界好的礼物，你爱设法求上帝，让你有智慧，将这款的好的礼物送给你上界亲爱的人嘛。啊，所以牧师会提供一挂方式，让你达到你的心愿，期待咱每一个人拢会尽咱的气力。用咱的智慧，来应用咱上界听的厝内底人，甲咱的亲戚朋友，真多也领受这个福音真理的人。所以咱对这个要有一个回应。如果你若认为讲无抓福音做见效，抓福音做阳光做骄傲，你就要勇敢去传。拄则所读的圣经讲，这个福音是上帝的大权能，要拯救一切所信的。所以你都爱开始有行动，你唔通靠你期待尔，你要有行动。牧师今日五个建议，咱一步一步来做，哈。你对即马开始得当做，哈。因为即马是一个上佳好的时间。第一项，你都爱选择一个适当的对象。这适当的讲，咱感觉讲对于传福音吼，比较较有可能成功。啊，你阁真听伊，你对负担的人，你爱对你厝内底。出来的人爱讲亲友中间选定一个你要邀请的对象，然后你要做一件代志，你要逐天为伊替上帝祈祷，吼，求上帝伫伊面前开路，好有机会当认识上帝。啊，你爱替家己祈祷，求上帝，让你有智慧，会当引出伊正做基督徒。所以吼，牧师即摆咧讲道的时候，你心中都爱扑一个人。负责人，这个人是你对有负担的，是你足疼的。啊，伊也未信主，哦，你要对伊传福音的，你这个人爱扶出来。然后，你对今仔开始，你着每一工拢替伊祈祷，也每一工拢替家己祈祷，求上帝，互你有智慧，帮助伊，啊，替伊开路，互伊在明白上帝。所以你即马爱这个人的名爱写起来。好，第二项。你要开始有做一些动作，你替他祈祷一段时间了，你要开始创造接触的机会了。咱来找机会去接触伊，啊，去看伊，去探访伊，啊，甚至约伊出来啉咖啡，约伊出来食饭，来关心。啊，拄着知影伊需要的所在，你就逐天替伊联络，替他祈祷，你对伊有负担，爱创造你甲伊接触的机会。让他知道你很关心他，让他知道你很关心他。啊，有时候 咱最近那个什么，联络的软体都很方便，但是，现在现代人还需要人去来探访，去来看。所以你要拨时间去来看，来约他出来，啊，你付一些钱，请他吃饭，跟他有机会接触，要创造接触的机会。所以你要有计划哦，哈。然后哈，找时间送伊一挂礼物，哈。咱知影，咱有一挂福音性的册，还是刊物，哈。你若无钱，不要紧，外面遐有更新，哈，迄种免费的，内底有真侪水的见证，啊，你着寄予伊，还是摕予伊，予伊当看，哈。啊，有真侪即基督教的机构出版真侪礼物，那摕来买送伊。特别吼，咱即满来开始照这个计划行吼，你几个月时间了，无外久就拄着感恩节，
好，啊，年底又搁拄着圣诞节，哦，咱圣诞节来送伊圣诞礼物，啊，中间伊若有过生日，送伊生日礼物，哦，啊，这生日礼物得咱用一挂信用的礼物来赠送，来祝福，来介来，予伊会当接受到这款的信用。然后，咱到圣诞节的时阵吼，咱得当邀请伊来聚会，对无？咱圣诞节的时阵，咱有办这福音茶会，啊，还是讲中间。咱青少年牧区嘛，不时办这讲座，吼，过无偌久就会办这个，啊，教囡仔安怎读册，啊，安怎迄个爸母安怎这个控制囡仔手机的这个活动，啊，你也感觉这人有需要，下一性质的这个讲座，咱就邀请伊来教会，互伊打入去教会，互伊打入去教会，啊，打入去教会了吼，你来介绍咱教会的兄弟姊妹，互伊认识嘛，互伊当接触，哦，一届就认识过来的人。哦，无同款的人，啊，渐渐伊就感觉讲，哎，这教教会大家拢真亲切，甲伊有一个关系，好，哦，啊，所以你就哎，好有机会打礼拜个教会来滴，哦，啊，咱就邀请伊来参加这圣诞节的这活动，好，哦，啊，所以吼，哦，咱即马吼，即马是三月份，三月底对无？咱到圣诞节，哦，各有教各位的时间对无？咱就开始替伊祈祷，啊，然后。甲伊接触，啊，然后给伊一挂礼物，啊，邀请伊来教会。但是吼，哦，你要做遮进前吼，有一项上界重要诶，你一定要表现出来，就是你要有真水诶见证，对无？你若吼，啊，你诶习惯真歹，啊，讲话真粗鲁，吼，啊，平常时行为无好，啊，你要去用传统音吼，这真困难。就是你要有真水诶见证，你要改变，吼，啊，要改变啥？后礼拜牧师伫各话这时阵会同大家讲，要安怎改变，好，哦，啊，但总是这时阵，咱来理解的讲，咱的生命吼，用咱的生命去传福音，比用你的嘴去传福音较重要。你的生命若是一个予人欣赏的生命，来讲，哇，你跟我相共拄着相款的困难，啊，为什么你拢袂烦恼？你还向你喜乐？到底是什么会帮助你？啊，你也当然讲这是信用帮助我，所以这款会得这款生命的品质会去予人欣赏，让主人、利人会来明白这带予人改变的主耶稣基督。好，所以一步一步咱来做，我相信吼，每年会征求主力，你身躯边个加一个人，因为你的朋友已经带来这个所在，所以咱每年可能坐袂落去啊。好，咱爱个邀请伊拜堂来礼拜，吼，哦，啊，所以咱若即摆若设定一个人，我相信每年都绝对有成果。传福音虽然是毋是遐尼简单，但总是大家若认真，大家若拍拼，我靠信心的毅力，咱的确会当带来足大的成果。伫两礼拜前，三月十一礼拜日下晡，牧师去病院替文献之书。的老爸王振先生洗礼，问题这次的老爸为什么会接受洗礼？是因为破病住在病院的时候，咱教会有很多兄弟姐妹来替他祈祷，是因为他住在病院的时候，有很多人代表咱的教会去来关心，去来协助。在他在破病的时候，有人去到伊个面前，传福音予伊，甚至跪落来替伊祈祷，予伊真大个感动。有个人伫伊个破病时阵，来分享得救个信息予伊。因为咱教会真济兄弟姊妹不断起来关心，不断起来关心这个家庭。啊，佮文献即属于人阿婆，拢真好款待伊个老爸。所以因为安尼，伊心中。感受到那个主耶稣基督给他听，所以当牧师去到病院，照咱的教会发挥，我来问伊三个问题，伊拢是真大声，应讲阿门，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救主。伫几工前，伊受主恩典，但是咱确实，因为咱对伊传福音，所以伊即马已经安歇伫主耶稣基督的怀抱中间。这是对于生命上界大的祝福。亲爱的兄弟姐妹，如果咱来当
有一种对别人传福音有一种负责的感觉。如果咱抓咱的福音做阳光，无抓咱的福音做见效，咱自然而然会当带予人真大影响力，带予人真大的祝福。如果咱乡邻教会每一个兄弟姐妹拢安尼做，我确信，咱的教会就转化成做一个传福音的教会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咱伫上帝面前，咱感谢主透过耶和华，予咱得到帮助，得到激励。如果你的心中有一个真大的负担，你愿意对别人传福音，你能将你的手举起，牧师要来你祝福。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希望来主，我感谢你大的恩典。我感谢你透过你的话，搁一遍激励我。在我的四周围，我的亲戚，我的朋友中间，有缘有真侪人也未认捌你。恳求主你使用我，特别是使用这些举起手的兄弟姐妹，透过我生命的见证，引带因来就近主耶稣基督，互因认捌这个搁真搁活的上帝。当透过因的认捌、因的决志、因的个别，互因接受这个拯救因生命的福音真理。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乡邻教会众兄弟姊妹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用我们生命的见证将福音赶紧传出去，因为我们确信这是上最好听的行动。求主帮助我，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